对啊。那个机场回来很贵，但是我们这里去那边才300元。是哦。哦，这个是比较便宜的。多少？4张，还有4张。我一个就好，九馒头一个就好。不大只。不大只。哎，这是你看到这张多少？你叫了什么？来，你看，我这个叫一个，这个叫两个，这个叫一个。那个是什么团子？是焦糖的吗？焦糖的。哦，焦糖团子。嗯，两个。OK。可是它不是圆哦，它是扁的，哎，长条形的。是啊。会不会觉得很刺激？钱不会飞掉的。马来西亚的话，钱早就飞了。这里的风很有风。不然这边是先呢、啊、那个什么对呀，走先啦、啊、这个是烧肉哦，我们可以在就那边这边角落吃一下，就这里了，翻桌子走。好，刚才你们吃的时候没有拍到、气死了，我也没有拍到。它的酒团子是什么？哎，酒馒头是什么意思？那个酒 ，sake 啊，就真的是酒啊、就是酒，你没吃到吗？ sake 味道一点点。哦，好吧，没有，我吃到一点。好吃，我平常吃。这是什么？哦，烧马鸡啦。嗯。抹茶口味哈，抹茶多少？红豆，没有，我是想抹鸡是抹茶哈，吃不出，好吧，好吧，这个我不大喜欢，我还好，还会动。我们到池田了，准备要去那个泡面工厂。这个是100号。你们要喝啊？先。军雪的叫外国人拿这个干嘛？要不然前面一点，因为这个地方是那个赌钱的地方，所以。哦，走吧。他跟我拍照，他跟我讲你要不要模特，我跟他讲不要。等下那边太远、太近、太黑、太白、太蒙、太明、太高、太低、太不好看，眼睛没有开，眼睛太小粒，或者是那个看不到眼睛，或者。他是在里面，不一样。
他正在养生中，不要站太近。就是要拍那个树啊。他们日本呢，就是因为他们有盆栽学，所以他们的树都很好。哦，盆栽学树都很好了。等一下，你再说一遍。他没有开。几号？没有开，我们特地来说没有开。乌鸦没有看到，飞掉了。我知道日本的乌鸦非常大，听说。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啊，没有拍到。哦，哇，还真大。吓到我们，太大了。那他你来录啊。哎，下冰雹了。没有，我有一个还没有融化的。有一个还没有融化呢。好，那这个真的，你看打到我的手烫了，然后弹走。你看地板就懂了。冰雹呢，看地板就懂了。看到看到。真正的冰雹就死了。你看你衣服全部都。我记得那时候我去晒一个衣服而已，我出来那个我的那个衣服网那都是冰。哇，还真的，走了。可想而知，我们去那个京都那边。冰雨好，因为这场冰雹你可以甩掉。啊，对，就是这个，另外一边。来，这只下去，这只下去。冰雹加下雨。
然后可以插不可以关。写人形，然后这个是这是写祝福的，你要写什么祝福？这个是大海日的时候，跨年的时候他们会放在那个一排下去，然后是用来我看一下，今年你有什么心事，你想要达成的，或者你有什么罪恶感之类的，你可以写在上面上，然后或者有什么委托，有一点像孔明灯之类的东西啦，然后你就写在那边，他会就等于代替你的人，然后就等于像是在那个神前面祈祷的意思。哦，然后你要写的东西就是你的住所啊，你的名字、生日，然后后面你就可以写你要的事情、住所。哦，我以为是代这个人形代替你受罪那种，可能是，又可能不是。哦，好吧，你要你要没？要写吗了？但是我不懂，我不确定要怎么写。可是要写日文不是？日本的神要写日文他才听得懂。地藏，地藏王。可以吗？可以。车牌，像，走另外一边，走另外这边，这边，啊？什么？这个阶段到了。哦，走吧。学生在打棒球。
道啊，很美啊。要呈现金黄色。真的，我们该哪里走啊？那边哈，这样过去哈，过去，然后绕一大圈，然后绕一圈，然后这里上来，然后这里上来，我们这里走过来，就走过来就到了。他一定会气死掉，我告诉你。但是你要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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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